会的感觉。所以现在有没有情商的朋友？我刚刚其实问过这一题，所以有吗？没有人不好意思举手。我想情商这种事情可能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。没有关系，对，没有关系。来到我们的怀抱，让我的歌声和我的疗愈你，准备好你的双手，欢迎这位唱歌越来越动听，人也越来越活泼的曾静雯。吹过，是我会换谁？
4K、5K、5K 累。那你累的时候怎么样？撑下去？对，怎么玩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一般好像来讲，就是呢，你前面是最辛苦的，对，你要突破一个障碍期，怎么突破？老实说，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只是想说，脏话怎么那么远呢、啊？脏话是要消音的，没什么。
Hello,
是你。